期待第54届金马奖颁奖典礼的揭晓。特别想听林俊杰的现场。新晋导演奖，你来干嘛？出来玩啊！你是不是忘记你也没有入围？在山谷上撒盐的感觉，而且盐还要自己晒。所以说，有一个好的审美是一切的开始。他还年轻，我希望别人得奖。没有错，那个心情太煎熬了，所以马上就来看第54届金马奖吗？得奖的是，得奖的是，得奖的是。这是我的第一座金马奖，好重，真的宣布是我还是有点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，谢谢你把我生在台湾，台湾今天给我们有看到希望。我把我二十几年来的一些生活点点滴滴落实到剧本里面，这里面有焦虑，有疼痛，也有忧郁。我就在想，是我真的做得不好，我应该是努力一点。我要每一个角色都让你们惊奇。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里面呢，能够做那么久，就是一个坚持，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生命体验托付给一个陌生人。由女性出发的故事能够更深入，更多人能被观众看见。为那些没有能够发出声音的孩子们发出了声音。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没有人是局外人。你们帮助了我，给我这一双眼睛跟耳朵，可以看到台湾这个世界，找到我们自己和电影最深层的那个关系。电影就好像流进我的血液，在我活着每一天，都想把电影做得更好。爱你最重要的东西，它就会有力量。谢谢我的爱人和我的儿子，谢谢我老婆，真的是我的幸运女神。你若无感觉我水，全世界无人会感觉我水。老婆，谢谢你，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。站在这里拿最佳女主角。他们好像共同打过一场美好的仗，也完成了一个圆满的爱情。